不是在回避我吧？你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像以前了。感情这种东西是会变的，你害怕我说喜欢你吗？请你们快救救我们西医，肚子里有我们的宝宝。腹中的胎儿很健康，不做手术吗？患者损伤程度严重，就算手术也不可能好转，我们不做手术。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这样让他离开的话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知道这很困难，希望你能接受事实。如果躺在那里的人是我，你会放弃治疗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 Doctors 医生们。